郎祖云透露田德门见到他总是亲昵喊女儿啦。白摄自郎祖云脸书，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。74岁资深艺人前爸田德门凌晨4点病逝于新店同仁医院。台湾演艺圈又痛失一位国宝艺人，女星郎祖云的父亲和田德门是老友，听闻前爸走了，郎祖云感性写下上头有郎叔照顾您。郎祖云说，前爸跟父亲郎叔是几十年的同事老友，前爸见我总是亲昵的喊女儿啊。他感叹前爸除了是跟老爸多年情谊外，应该也是投缘。前爸生病住院，郎祖云感叹一直没能去探望，我被您中气十足的嗓门儿给忽悠了，不知晓您一直为病痛所苦。郎祖云 PO 文要钱德门别担心，上头有郎叔照顾您。白摄自郎祖云脸书，前爸您现在没病没痛，永惜主怀。郎祖云告诉前爸，上头有郎叔照顾您，您们一位耳朵聋，一位嗓门儿大，根本是绝配啊。